汪精卫罕见老照片，资历远超蒋介石。陈璧君现身暗藏玄机，汪兆铭笔名精卫，民国时期难以回避的人物，以一个没有任何背景且没有真正掌握过军队的文人，以文人积累武力的政治理想从未成功，拯救东亚于战火，脱离党和国家且不重于日人，以至于身败名裂。图为演讲的汪精卫罕见老照片。汪精卫十分的俊秀，徐志摩陈赞道，他真是个美男子，可爱。世之说，他若是女人一定死心塌地的爱他，他是男子他也爱他。精卫的眼睛圆活而有一光，仿佛有些青涩，灵敏而有侠气。汪精卫青年的时候加入孙文的革命组织，成为孙文的得力助手。图为汪精卫参加军校开学典礼罕见老照片。温和潇洒，汪精卫和东条英机罕见老照片。汪精卫到死的时候不认为自己是汉奸，而是爱国人士。陈璧君和汪精卫罕见老照片。汪精卫在刺杀亲王成员的时候，高官儿媳陈璧君前晚现身于他，后来两人结为夫妇。汪精卫前半生英勇潇洒，参加革命，担任国民党副总裁，资历上远超蒋介石。后半生在战争期间投靠日本，于南京成立为国民政府，沦落为汉奸。著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